三月台日交流赛，峰哥接台湾队长。目前是计划会跟你们一起去这个石垣岛。报告会长，威廉是南美国精神领袖陈金峰，我会跟你去。南美国为了下个月13、14号在日本石垣岛与日本职棒罗德交流赛，已经加快春训的调整脚步，后天开始就将进行队内的蓝白对抗赛。至于峰哥陈金峰，昨天因为感冒休息，他考量目前调整状况，可能赶不上石垣交流赛，决定放弃参加，但是会参加三月在日本所举行的交流赛，并担任队长，也确定这将是他球员生涯最后一场国际赛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